者落子新台北报道，前棒棒糖男孩成员威廉金被禁周黑，爆出和最正奇遇主播卓群则相恋半年，且女方也熟识他的好兄弟们。方伟曾用私人脸书问：“你这么优秀，为什么会看上我朋友？”而卓群则回应：“他是我心中的骄傲。”爆气言论藏不了爱意，不过他经回应周刊内容是在看图书故事，澄清和威廉只是朋友，不小心让好友恋情露了馅，仍不损他们的交情。但阿伟却不改掉批本性，在 IG 上 PO 出自己和威廉小玉的合照，并用猪仔包把自己 P 成猪，自嘲自己是猪的友。先是表示对于私人的粉丝专业内容外流造成别人困扰深感抱歉，接着呼吁媒体别再继续报道威廉，替好友发声，但最后一句仍不忘损一下好友：威廉没有那么红，你们这样他会对自己有误解。谢谢小班粉丝纷纷留言，你真的很硬要言很坏。哎，贴上自己和威廉小玉的合照，自嘲猪队友，翻摄自脸书威廉棒和最正体育主播卓君子相恋，翻摄自脸书阿伟威廉小玉三人感情超好，翻摄自脸书。